我们的发射塔呢是100米，拱形塔是100米，我们这个提升高度啊，最大的一个提升高度啊，达到88米。那我们释放下来，最大呢运行速度达到将130公里。我们这个设计啊，前前后后经历了7个多月，这个安全性比较重要。 我感觉就是自己像捡了一条命似的。其实你在上去的时候就感觉还好，当你在冲下来的那一瞬间，就感觉我的魂已经在后面去了，整个身子已经冲起来了，就身子在前面跑，魂在后面追。那如果还有机会，你会再来一次吗？不会了，人生有一次就完美了。顺风，我还想来一会儿。